think that often when a person goes to the field, starts collecting the data, that they become conservationists automatically, just being in that situation.台湾的山区一张照片放到我们无线电追踪的论文里面，你的研究资料很难收，甚至要拼死命过围墙才能到达。熊，它每一年都在这个芒草都会做这个熊的窝。只要说我要去哪个地方追熊，它就会带我去。 那边有那个熊大便了，封闭中间的时候，一回头就啊，悬在一线间。你的心会在这个山上，我就把你的心拿回来，就平安就好了。我认定这个人救过我，他将会是我一辈子的伴侣。